这本书我也有参与在其中，我一直有一个不解的问题：你签名就签名，为什么还要写那两句话？那不然那两句话就直接叫印刷厂印上去不就好了吗？对不对？签一个名字哈，就算签个灵芝啊，签个月好月年月日，这样是不是比较快？你加那两句话是不是很花时间？他有需要这样吗？说有的未来你都可能像我们好神一样，来来，给我们几位说有的这两句。我觉得那就是好神平常的地方，他会很重视这些小细节。所以他从刚才结束之后，被大家围着拍照也好，签书也好，他真的很辛苦。但不得已，最后10分钟赶快，旁边的保全赶快把人排开，先让他去解放一下。我看他从中午到现在，从一整天到现在，可能都没有吃什么东西，对吧？是不是很辛苦？啊，吃一颗茶叶蛋真的很辛苦。但是这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表示他凡事亲力亲为，每个细节他都非常的重视？所以跟着这种领导人，我们是不是很 lucky？我们是不是很幸运？还让他提供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北中南的家，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感谢老天爷送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大领导，而且刚才是老天爷有预兆，什么？地震了，对不对？就代表等一下又有大事要发生了，就是有大人物要上台了，对不对？对。好，谢谢大家。好，再给我们的小唐老师一个掌声鼓励。那其实这样的主题通常都是我们的小唐老师在分享的。今天我记得是礼拜六的时间，颇受好评，很多人喜欢来听他的一个分享。所以刚刚呢，就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哎，那你的简报是什么内容？跟我要。”我说：“有简报吗？” 好，因为没有去正式的去分享这个主题，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在公司的培训会，我分享一个主题叫商机，各位有没有印象？那可能各位比较新来，应该是几年前有这样一个主题叫商机，那我记得那一次的分享，我就很用心的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关于我们的一个产品的部分，那各位知道我们产品但是比较特别。然后去年确实在整个直销市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那各位知道说，在这个月的直销成绩有我的一些报道，外面有那个杂志。那主要是他们想要访问的主题叫做创业，因为每次的直销成绩有不同的一个主题，所以呢，他就想要了解我过去到现在一些创业一些历程。那待会我有跟他很多的分享。在过程当中，我发现。那个直销世界的主编，就是总编辑，他对我们公司不是那么的了解，而且很多的误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直销自己，他接触的不会只有我们公司而已，他接触很多的直销公司，所以呢，他会从很多的直销公司的口中去听到 Levi's 这样的公司。所以他对我们公司有一些不了解，跟甚至误解。所以后来他问我很多问题，我一个一个去解开。那为什么他有这种误解？因为如果从别的直销公司口中讲出来的，你觉得他们对我们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但不是说对我们不好，而是说，因为都是做同个产业的，算是竞争对手。那如果是竞争的话，他通常就是大部分是见不得人家好嘛，尤其是因为业绩越大的时候。很多人也会有那种酸葡萄的心态，那他们不过怎样，他们不过怎样，诸如此类的。所以后来我听他们一些分享之后，听了那个总编辑啊，跟我讲一些问题，我一个个去跟他解开。他说：“哇，真的 Levi 能够拿到第一名，真的是实至名归。”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对我们公司也有很多的不了解，甚至误解，所以需要我们去解开他们的疑惑。那在10年的时间可以拿下台湾得奖第一名的宝座也不容易呀，但要维持我觉得更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看这家公司接下来的发展是怎样。那各位对瑞公司有没有信心？
哦，有信心，对不对？信心的来源是什么？你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让你们对韩立威非常有信心吗？产品好不好？好。哦，我们的特贴摊牌数都被人家称为营养品当中的劳斯莱斯。哦，这是我们在 OPP 上听到的。哦，然后呢，各位，我们美容品号称什么？美容品的宾利。哦，各位没有听过吗？有。啊，比较少听过，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我讲的。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美容品很好。哦，然后我一直想说如何去用来比喻我们美容品的好。那既然我们的吃的是劳斯莱斯，那如果我们用美容品用宾利来形容，是不是再恰当也不过？对。哦，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就拿着我们的男生的喷喷，哦，就我在开车嘛，然后就红灯停下来之后，我就拿喷喷想拍照，那就跟我的方向盘拍。啊，我的方向盘上面就是一个翅膀，宾利车，然后觉得这样拍的效果特别好，我就有个灵感说，那我们吃的都可以称为劳斯莱斯骑的，我们的美容品可不可以称为宾利骑的？可以。为什么？因为宾利车的内装是比较精致的，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如果以内装来说啊，宾利的内装会比劳斯莱斯来的细腻，所以如果劳斯莱斯称为王的感觉的时候，宾利给他感觉是像皇后的感觉，我更这样认为，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来形容非常好，而且客户可以很快的去理解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产品，所以这样比喻好不好？好，非常好，所以各位以后都知道怎么去形容，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就是营养品当中的劳斯莱斯，美容品的宾利，这样棒棒，这样棒，好。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讲商机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个，我记得我最后秀了两张照片，倚天剑跟屠龙刀，应该有看过金庸小说，对，就是倚天屠龙记，就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所以那时候我们美容品刚出来的时候我也有那个联想，因为我们打市场的武器很重要嘛，你要去跟他打架，你是拿小刀还是拿打刀还是拿枪，那威力不一样，所以呢我就那时候想说，武侠小说倚天剑屠龙刀，我就用这两个来比喻，刚好我们的产品那时候是两个嘛，也是有独特性的，我就以倚天剑屠龙刀来比喻，那时候大家也蛮有感觉的，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要跟市场要跟他拼搏，人家会比较嘛，那如果我们是倚天剑跟屠龙刀，我们会害怕吗？不会。所以刚讲到我们产品非常好，非常具有话题性，而且具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公司的方向都是所谓的单一产品，各位觉得单一产品的就是你觉得单一产品有什么好处优势？这个就是我们常去跟大家分析的单一产品的好处。那为什么要懂这东西？因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立威单靠单一产品可以做到台湾第一，甚至未来可以做到世界第一。比如说我们的美容品，美容品其实过去我们知道也是瓶瓶罐罐，对不对？可是公司却设计出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美容品，那它去达到一个所谓的全方位的效果。所以你看我们老板为什么他还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因为他知道产品专注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卖过其他的产品，我还记得过去啊，就是也有人邀请我去参加别的直销公司的一些学习，有一家美差的差安的，最近他们创办人走掉了，不知道各位知道，但就是也是捧场加入，但是他们就很想要培养我，然后说你可以来上一下这个产品课程。我还记得我真的很乖的就去上他们的课程，记得好像礼拜六然后一个下午的课程，上完之后呢我投降了，我放弃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又不是营养师，然后他讲一些什么营养的一些观念，什么维他命 ABC 什么的，其实对我来说我不是那么的懂，虽然以前有念过，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很专业的东西，尤其是你要介绍人家吃，我总是会觉得说，如果见到吃出什么问题，我会害怕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念法律的老师说比较保守一点，很害怕说，如果见到吃什么问题，会有压力的，我们不是营养师又不是医生，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我应该不会去做保健产业，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同时从保健产业，一直到遇到 Reway 之后 ，Reway 是一个单一产品，后来发现这单一产品。就是我完全不用去思考怎么去配，对不对？反正吃就对了。那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如果你产品太多的话，对客户来说太多的选择了。我相信，如果有做过销售，如果你卖十样产品，客户可能跟你同产个最便宜的，他也可以太算支持你，但是靠着如果可能买一个最便宜的，或许吃不出效果。然后呢，你分享的很辛苦，你的奖金又非常少，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单一产品这样保持非常的简单，因为变成很多的选择，剩下两种选择，买或不买，是命中率特别高，所以我觉得很好啊，也不用去想那么多，反正吃就对了，但前提是这产品一定要可以发挥出某个程度的一个效果，所以各位知道我刚开始怎么接触 Reway 吗？我可能借由这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否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常听到我的故事，大概有不同的几十种版本，然后到最后讲，然后在钢琴上昏倒了。你形容那个人是我吗？好像讲那个故事好像跟我也没什么，好像又不是我当初的那个。所以我大概还原一下当初我怎么接触 Reway，因为故事的传承很重要嘛。讲到最后好像讲到不是我当初的样子之后也怪怪的，所以我简单的分享我怎么加入 Reway， 但加入 Reway 一定也有推荐的，所以各位很少听到我讲到我的推荐，对不对？因为他把我生下来的时候人就不见了，所以我要感恩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感恩，那我跟那个推荐的只有一面之缘，跟我过去就是各位知道我卖个牙刷嘛，就给他介绍，可能这个大姐觉得我很认真，觉得年纪不错，那她接触 Reway 的时候，她只打个电话给我，她说一个东西还不错，你要不要来了解一下，那我这人就这样吧，如果有人邀约，我心态会比较开放，了解无所谓嘛，反正资讯要多元，我去听看看，那时候呢就约在波朗咖啡，南京东路的波朗咖啡，然后我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些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一些领导人，然后呢又看到 一对夫妻，这医生一对夫妻，他们是医生退休的，关键是这一对夫妻，大概是70岁，然后先生姓黄叫黄医师，太太姓张叫张医师，我认识他们大概3年了，那为什么看到他们开心呢？因为张医师先生黄医师中风失智3年，所以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这个黄医师，但看到的时候就很开心，就跟他聊天，聊天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讲话变得很有逻辑，各位可能有遇到一些老年痴呆失智的跟他们对话，有时候你讲你的他讲他的就对不上，频率对不上，然后过去就这样子，可是这次跟那个黄医师对话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脑袋很清楚，讲话很有逻辑，这是第一个令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他去上厕所很快回来，我看他没有拿柜上，这个就觉得很惊讶，我就问黄医师说，黄医师你现在怎么不用拿柜上，然后他说我吃这个干细胞，我说干细胞不是用打的，什么用吃的，他就跟我说这是比较新的东西，从国外来的，从新加坡，所以因为好奇所以我才去听了那个 OPP，那时候是马来西亚 Simon 跟我讲那个 OPP， 但是第一次听一定是听不大懂在讲什么，但是后面有几次的互动，因为他会一直邀约我去吃饭什么的，然后跟我讲很多国外的见证，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立刻加入，因为我也不认识，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因为当初的价格他们台湾那时候还没有定价格，他直接是用马币4.8888888直接乘以10，88,880元，是不是比现在还贵？
哦，所以一般的低压的价格大部分都会打退堂鼓，尤其是一个新的东西，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效果，有没有什么见证。哦，所以跟他们互动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听一些国外见证。再来有一次，哎，我们就发现那个黄医师的头发变黑了。哦，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在王朝饭店，哦，以前的欢雅饭店、王朝饭店，哦，因为那时候都在那附近活动，然后就看到黄医师头发变黑，哦，因为他全部头发是白的，那他是尾巴头发的尾巴突然有一块黑色的，很像那个毛笔沾墨水一样，但是呢。他太太也没有发现，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哎，王医师的这边头发怎么是黑色的？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就把它拍照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夫妻又出国待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回来说，哎，头发一半变黑了。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记录，又拍照，那时候我是觉得很神奇，哎，这东西可以让头发变黑。然后那个王医师就分享说他是四川的，哦，他说他少年白，他二三十岁都说头发白的。现在到了快七岁头发变黑、哦、那他跟他太太在大陆行医四十年是模范医生，他后来就定居台湾、哦、那因为后来室内产品的帮助、哦、就是现在有时候去上海啊香港等等的、哦、那我就是因为 我认识他们，我知道他们的状况，所以是不是就会觉得、开始去相信这东西的一个可能某程度效果、哦、就这样开始，然后所以后来就决定买产品。哦、我那时候买商品买了两套、哦、两套的 PF、哦、所以其实也蛮大的决定的，因为其实你会花那时候大概八万八嘛，大概17万18万这样的钱去买两套产品、哦、其实也是蛮冲动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会分享说有时候冲动也是件好事情、哦、如果那时候我没有那个冲动的话，可能就没有接下来、哦、我可能也不会去了解这个事业。哦、所以那时候的决定很重要。我后来想说幸好我做一个决定，我给别人机会是相对的也是一个机会、欸、没想到就、欸、这样子闯出一片天、哦、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说哇燕老你很有远见、哦、很有眼光，哇你们知道台湾会做到第一名，各位觉得我会知道吗？怎么会知道、哦、就是因为当初能够加入、哦、能够买进不错的，怎么会想到十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哦、绝对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哦、但是对这产品确实、欸、还蛮有感觉的、哦、因为那时候买了两套想说给爸爸妈妈吃、哦、但是我父亲是比较固执的，他不吃保健品，他只相信医生，他吃西药但不吃这种保健品，我就给我妈妈吃，但多一套我就自己吃了。但是我跟我妈妈吃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妈，这些东西不行、啊、你吃得很暖的 要跟我分享、啊、那我妈妈呢其实那时候大概快70岁吧，其实年纪大的很多的毛病会出来，包括习惯性退化、啊、所以我印象中那时候就是大概每天大概到了10点钟时间，我妈妈就拿一个按摩机器在按摩她的腿部、啊啊、所以后来我就问她说、欸、你这产品是怎样、啊、因为我大概过市场过了大概不到一半，我就没有听到那个按摩声音，啊、他跟我分享说哎，我的脚干干嫩，然后比较松软，哎，我就觉得说哎，应该有帮助的。那后来又过一段时间呢，他就突然跟我分享、啊、我头不痛啊，头不会痛，我就问说、啊、你头怎么的，他说骨苗会这边对我打到头，竹那个塞那个、啊、竹竿打到头，然后可能就有受伤还是什么、啊、那突然又跟我讲说我胸口不闷的、啊、其实妈妈都这样子，当他好的时候他跟你讲说有什么问题，那个怕小孩子担心、哦、那后来又突然你会嗅他的手背说哎，好像老人斑好像有比较淡、哎、然后甚至呢他会说好像指甲有长出来，就是他们以前可能比较穷嘛，都会赤脚走路，很多指甲都坏死了，但是又长出新的指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这产品哎，还蛮厉害的、哦、那我本身自己有在吃产品嘛，那我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哦、只是可能就是比较睡眠少，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皮肤那时候比较差一点，就这样子。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吃的时候很想要睡觉、啊、然后但是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起来精神都非常饱满，然后呢我还记得我吃了第三天之后我就做一个梦、啊、梦到我在灌篮、啊、因为我喜欢打篮球，因为感觉越来越有年纪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打球怕受伤，
哎，就这样梦到我来灌的。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哎，真的有时候肉体的状况，哦，身体的状况会影响你的心理的一个素质。好，比如说有些人有忧郁症，哎，有些人说，哎，这东西为什么对忧郁症或许会有帮助？哦，因为真的有时候生理的状况会影响到心理的状况，都会有。哦，否则会发现很多长辈年纪越大，脾气越不好，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身体不好，身体不舒服，哦，就会有一些脾气来。哦，所以我自己觉得，哎，这东西还不错。那以往呢，就是比如这种一整天的活动，哦，因为我可能我常熬夜嘛，我在下午的时间如果没有睡觉，我会哇昏昏沉沉很累。哎，可是社长你说一整天精神体力都非常好，哦，我就觉得说，哎，这东西应该还不错。好，哦，那我妈妈也是不错。好，哦，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日期都还记得，8月6号，哦，因为我7月23号加入嘛，8月8号是父亲节。哦，前两天我们就一个家庭聚餐，就一个圆桌。哦，那我哥姐从外地回来。哦，吃饭的时候呢，哦，比如说我妈妈坐这个位置，然后我一个二姐，哦，她从新竹回来坐这个位置。然后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呢，我的余光呢就是看到我姐姐一直盯着我妈妈看，哦，就看到眼珠子都快掉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之后说：“你是在看谁？”我妈妈把机关拉过来，然后奇怪。他说奇怪，我说奇怪什么？他说妈妈好像变得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哎，他说妈妈好像变年轻了。哦，啊，其实那时候我是跟我妈妈住一起的，所以我就看一下，哎，好像真的变年轻。我妈妈说我买一个什么产品给她，哦，她觉得不错。然后我姐说安娜也要吃。哦，所以就是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对这产品产生信心。哦，那还有一个关键，我觉得这关键也蛮重要，就是有一个大姐，哦，就打电话跟我借东西嘛。但是我在想说借这机会跟他分享个第二版，啊，因为借单子我接受的是第三代，啊，我就说，哎，我最近有遇到一个产品我觉得不错，啊，可是呢他吐槽我，啊，他说每家公司都嘛说自己产品好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吧，所以他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他给我一个机会，他说没关系，你产品拿给我，我拿去给一个老师测，啊，如果那个老师说好应该就是好，哦，但我就借一瓶的贴给他，哦，那时候一瓶就30颗而已。换过两天之后呢，哦，这位大姐打给我说，哎，那个老师说我们的产品非常好，他想要认识我。那我听的时候说，认识我做什么？哦，因为我也刚接触，我什么都不懂。哦，只是说他就一直想要见面，后来就给我个地址，我真的就过去找他。哦，我还记得在中和。哦，那会门打开之后，一个老师姓陈，哦，很幸运跟我讲说，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着想要找你吗？哦，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事能量医学的，然后有时候他有那种仪器可以测很多的保健品，哦，就是有很多新的产品都会拿去给他测。那他操作这仪器已经应该有10几20年，已经出神入化，哦，很多人都会去找他去测一些身体状况。那他跟我讲说，哎，他看了那么多产品，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产品这么厉害，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很好奇什么。后来才知道说，哦，所以的干细胞。哦，所以就在那个月当中呢，哦，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些客户嘛，他就去分享，我就看到很多的见证，哎，我觉得这东西好像真的蛮厉害的，哦，但看越多越有信心，哦，另外呢，国外的领导人就会邀请我说，哎，你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看看，因为会有表大会，哦，所以我们就去看，哦，那时候因为大概4年了，哦，去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哦，4年了，哦，对，但现在没办法跟现在比。可那时候看已经觉得好难打的，哦，因为我们知道公司办的活动那个品质那个规格都非常好，但我们会去观察，哎，里面的人到底是一样的人，还有公司的管理层是这样的人，我们会去看会去观察，觉得，哎，里面的素质都还不错，哦，因为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如果你觉得怪怪的，哦，因为以前也有参加过某些公司被邀请，有的就感觉很激进，有没有，就会大喊大叫什么，我们就像我们这种胆子比较小的人看，就会不习惯，会好像不能融入那种文化。那个对位好像还好，哦，就没有说哇，好像比较很激进这样子，就嗯，哦，就我可以接受，哦，比较理性。然后来就看那公司不错，但会想，哎，如果在新马发展4年有不错的成绩的话，那台湾应该也是有机会的。然后后来就回来就开始试着去分享。哦，去运作，但前面，哦，各位觉得容不容易？哦，不容易，哦，真的是，
那种难在于什么？就是真的产品，大家说没有听过那么贵的市场上这样产品，每个人都说好像在吞金子一样，哦，金子啊，不是金子啊，不要听错，金子，银码，哦，就是那句话，谁吃得起？每个人说哇这么贵，谁吃得起？然后这是消费者而言哦，那对经营者而言，经营者怎么想？哦，那么难推，然后推要卖给谁？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会一个不好的循环，就是消费者也买不起的感觉，那经营者又觉得好像不好卖，哦，会空转。哦，但我那时候就会去坚持这些事情。但是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要做这事业，我一定要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所谓的基本功，因为隔行如隔山。哦，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尤其是大家来自各行各业的，哎，可为什么都能够来这边成功？哎，表示说其实学习这东西也不是那么难，哦，只要你愿意花点时间，好好的去学习一段时间，你把那功夫具足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走遍天下的。哦，所以我会觉得，哎，先要把该基本要学的把它学会，最基本的讲 OPP， 哦，各位会不会讲 OPP？ 这是最基本 ，OPP 就是产品介绍。哦，我们就卖产品的，如果你不会介绍产品，人家怎么去认同嘛，对不对？所以产品的介绍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如何把这东西诠释的让人家能够听得懂，哦，这点是很重要的。但其实瑞威已经四年了，其实瑞威这套老板的 OPP 设计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老板厉害的地方是把很复杂的东西变得很简单。哦，比如说像干细胞这东西，它是应该算是医学的东西，但是高科技东西，但是它用很简单的图去表达什么叫干细胞，什么呢？有地震吗？哦，没事的，没事，没事。对，有时候地震是有时候好，有时候是好事，释放一些能量，对，对，所以说成品。那时候就想，哎，国外有在讲，可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不是说老板这个老板设计非常好，跟每个人诠释不一样。哦，那新马的在表达这东西，可能就讲的比较简单。但台湾人是很聪明的，知道吗？很精明的。你讲太简单哦，他可能会没法去接受。哦，所以我那时候我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功课，就是我会上网。哦，我现在书店。比如长兴南路，我去书店，只要跟干细胞、胎盘素有关的书，我就把它买回去。哦，那觉得不够，我就上网去博泰书店，所以买了大概有这样子干细胞跟胎盘素的书。哦，因为我不懂这个嘛，我要了解。哦，那外但我也不用看那么深了，但抓住一个方向之后，把一些内容把它注入在这个 OPP 的元素。哦，那当然就是会用一些比较适合台湾的语言。哦，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逻辑，哦，因为我们念法律也比较懂逻辑。其实如果逻辑对的话，那个小 yes 会累积成所谓的大 yes。我不知道各位可以明白，比如说我们讲每一页的内容，如果客户每一页都同意的话，基本上全部听完，已经解决了80%的问题了。哦，比如说很多人习惯说我这样子跟你聊干细胞，可我刚开始做绿位的时候，不管面对什么人。我都电脑打开，从第一页开始讲。为什么要这么做？哦，因为客户的问题其实在这 OPP 里面。哦，只是说，你们聊的时候，有时候会聊到别的地方去，会焦点就模糊掉了。哦，所以我会习惯，我先开着电脑，然后讲 OPP， 讲看对方的时间。如果他给我20分钟，我就讲20分钟，精简版的，都要讲重点。但至少讲完之后，他80%问题。就没了，他就针对他20%去解决，是容易多了。哦，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坚持这一块，不管面对谁，哦，我跟那个余香分享过嘛，余香知道吗？广告业的教母，哦，台湾1/4的广告预算他身上，我也先照打开来跟他讲，我也跟白狼讲过嘛，尚安乐，哦，我是不认识他，是一定人家介绍。那就是吃的不错吧，希望说给我们的谁谁谁吃，可不可以请你去跟他讲一下？哦，各位跟这种人讲会紧张吗？我是没有感觉，啊，我就还是照讲，哦，照讲。
哦，这样，然后但是讲完之后会聊一些其他东西，然后拍个照，哦，所以很多人以为是什么统促党的，其实是没有啊，我们是生意人嘛，生意人我们会说，哎，你不能吃，你不能吃，我不跟你互动，不行嘛，对，哦，我也跟艺人很多艺人互动过啊，我徐乃麟也是啊，我也是开电脑跟他讲啊，哦，他还是很认真听啊，哦，听完就立刻买，没有送他哦，不要认为艺人我就要送他，没有，他刷卡。买给妈吃，都是这样子的，哦，所以不要认为说，不要认为说，怎么讲，就是我们，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领导人已经不懂那种价值跟价格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产品是很有价值的，很多人认为说我要一定要送人家的，他才可以去成交，其实我们很少在送产品的，因为本身是有价值的东西，不需要送嘛，对不对？然后如果送你一瓶，他如果吃你说没有感觉，难道产品就没有效果吗？也不能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让客户去了解这种价值的东西。但是关于这部分，我觉得还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公司我觉得也蛮佩服的一些地方。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徐亚明他师傅说的时候，就是他就会给妈妈吃，然后他还到台北的公司去，然后他想要看公司。但是艺人嘛，很多人啊拍照什么的。所以很多人会 po 脸书什么的，但是 po 的时候呢，我就接到公司的电话，发展部电话，他说：“哎，你们不要去放那些照片。”哎，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哎，艺人呢，我们不花任何钱，有广告效果，为什么公司不希望我们去 po 这些东西？后来我了解，就是说，他们跟我说啊，这种艺人呢，其实也没什么忠诚度，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拿钱就可以代言嘛，就可以。你可以今天说这产品好，明天说这产品好，哪天也有可能就没有就根本没有互动都有可能的，对，所以不要太依赖这种所谓的明星，这后来我学到的或者我们早期在做绿叶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医学背景的人在讲 OPP 然后就讲得很深，一般人听不懂，会有加分，可是公司老是跟我们讲说不要太依赖这些专业人士，为什么？因为无法复制，无法复制。比如说，讲你听到一个医生讲这个，你会认为说，哇，这应该是只有医生可以做的实验，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行业是任何平凡人都可以做的嘛，是不是？很多很多连 OPP 都不会讲的，也做得非常好啊。这表示什么？我们这东西是可以复制的，很平凡人都可以成功的。我们要做到这样子。否则只有那些专业人士可以做的话就被局限住了，就好像时效时期的这个总编辑跟我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一个绿叶为什么会成功，我说我还记得在南部吧，高雄，他说跟一些领导人配合嘛，后来比较熟了，就一个领导人突然有一次就问我一句话因为他本身之前做时效也做了应该有20几年吧，很有经验的，他突然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哎，建涛，你看起来也不像直销人，为什么可以把直销做得这么好？”哎，但是我听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一开始也愣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是直销人然后第二个是说，哎呦，我后来该回答就是什么，知道吗？幸好我不是直销人，才可以把直销做得很好。大家可以明白吗？因为直销它是一个框架，知道吗？你会发现过去做直销的总是那一票人在做有所谓直销跳蚤、直销蟑螂，跟这边做一做之后然后去另外一间，游走于这种直销业，他们非常热爱直销可是呢就是滚石不生台嘛，很少成功的然后呢他们就专门都是找一些喜欢直销的，但是我那时候一个想法是，如果产品好的话，你管它是什么销，尤其是直销这两个字让人家产生一些退却很多人就因为说你是直销就怎样就怎样，变成把直销当做一个借口但是告诉各位，直销它只是一个生意模式而已，直销到底好或不好，各位认同好你们觉得好吗？如果你在那边赚到钱成功的话，一定会说好如果你这边可能做的不是那么顺利的话，可能你就觉得不好，对不对？这个就变得很主观的，所以不仅是直销的产业，传统事业也是这样，传统事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不会说所有的都是好的，但人是有好人有坏人，我们可以选择嘛。那直销那么多选择，我们选这个最好的、最正派的、最正面的，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说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不一样的直销公司，因为我们走出不一样的风格，我们颠覆很多人对直销的看法。如果今天我们扭转了很多人对直销看法的时候，原本是敌对的，后面他会站在我们同一阵线。各位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我们过去在运作的时候，是会遇到很多一开始对我们是排斥的、不接受的、敌对的。可后来可能他真的产品吃的不错也好，或者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改变的。尤其是我们瑞瑞做的很多事情，真的跟一般的直销公司都做不到的。但第一，我刚刚讲，很多成功的领导人都不是直销的。比如说台湾啊，你看我们台湾现在200多个飞马领队，说实在已经多到我也不知道多少飞马领队了，但是我可以说在90%都没有直销经验。也就是说直销的素人来到瑞瑞可以做成功，就表示说你有没有直销背景不是那么重要的，对不对？如果是好的平台、对的平台、产品对，它就是一个商业模式而已。所以首先就要突破这个直销这个框架。我就是因为打破直销框架，市场不是在直销的圈圈里面，而是在外面。真正大的市场是直销以外的市场。很多人不了解，或是误解，或是不喜欢的，也许这就是我们市场。就是因为像瑞瑞才可以做大。所以发现很多并没有直销经验，然后瑞瑞都做得非常好，因为反而简单相信是好的。你太多复杂的想法，有时候就是太假了，或者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也不容易成功。这样讲起来很奇怪，对不对？有能力是好的，可为什么反而不容易成功？因为这行业要成功很简单，讲求借力，借力使力不费力。比如说可能你也不一定要那么会讲 OPP， 对不对？如果一个非常厉害的领导人口才非常好，在这边帮你分享，是不是就可以借到他的力，对不对？各位需要去买一台劳斯莱斯吗？不需要嘛，你只要去卖那些拥有劳斯莱斯领导人，是不是就可以借到力？所以讲到借力呢，我通常就会分享一个关于借力的小故事。有一个父亲就告诉小孩说，这边一个大石头，大石头，我觉得可以画图。一个大石头，一个小朋友，那父亲就告诉他说，这个大石头去推动它，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可以用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这样你可以把这石头推动呢，就给你奖赏。那后来呢，这小孩子他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拿竹竿啊，或者拿什么，很多的方式都没有推动，不然他就放弃了，跟父亲说，我投降了，我没有推动这石头。那后来这父亲说，你还没有尽全力，为什么？父亲说，你没有叫我来帮你推动这石头，对，所以你看，如果说他父亲帮他协助的话，这石头就可以推动了，这个就是懂得什么借力。所以你看这对位，你看很成功的人，有时候不是自己多厉害哦，反而是很会借力。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技巧的话，又地震了。上下跳，上下，刺激的嘞。所以呢，不要更担心了，对。所以开幕这天要给大家震撼教育一下。我觉得一定要摇一摇你才会醒过来。对，我是人过得太安逸了，太
哦，所以说这堂课真的要懂得借力。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看我们的玉人红人，各位觉得这样人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借力，借力的，对。啊，比如说他可以借他的金大哥的力，啊，借我的力，他下面还借什么？借范总的力，啊，然后借很多公司的领导力。他唯一只要表现他不是很厉害就可以了。对，啊，因为如果太强的人，你说好吧，你就自己来，但是我表现弱一点，啊，我来帮你，懂不懂？哦，所以女人还是有她的优势的。哦，像我看起来这么的刚强，大家觉得你很厉害，对不对？所以要懂得借力，哦，懂得借，懂得卖，哦，借来卖。哦，很多人说哇，借要不要还？表示不用还啊。很多东西其实就啊，你看我们因为可以做那么好，你看我们很会卖。哦，卖是你嘴巴怎么去分享这个东西，就是卖嘛。哦，所以你看，嘴巴是长在你们的脸上，对，你要怎么讲都可以。哦，不要讲的太 over， 不要讲的天花乱坠，哦，其实都可以。但是就是你看，透过分享就可以赚钱的生意，是不是很轻松？有时候人家说哇，你我们多辛苦多辛苦，有时候我心里就会想，真的有那么辛苦吗？有时候我会跟一些工作比起来，我会觉得我们幸福多了，幸运多了，对不对？哦，可以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哦，然后可以很优雅的，哦，喝个咖啡，个茶，哎，就可以谈生意的，辛苦吗？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辛苦，啊，所以很多人会有时候说啊，豪神辛苦辛苦了，其实我都跟他讲说，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哦，辛苦可能是心里面的，哦，可是就是要让他知道说，你们是很幸福的，哦，这行业透过分享就可以赚钱的事业，为什么不去做？哦，只是你们要去看一整天的时间，你都在分享什么？这是关键嘛？哦，你都是在讲八卦的事情，还是讲五四三的事情，还是会聊健康？你聊的内容就会决定你的未来，对不对？哦，所以聊天很重要，你要聊聊对嘛？聊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你看这行业，如果你懂得记，懂得卖，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像说我们有个很好的老板林文峰，你觉得他好不好卖？你看老板他可以卖的话，你要懂得他的故事。你看我们讲说这行业借力使力不费力，哦，那他做很多事情我们很好的去分享去广告。直销跟传统行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需要透过一些什么广告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没有在广告？有。什么叫广告？广泛的告诉周遭的人就是广告，懂不懂？你跟多少人讲是广告吗？再来我们的活动会议是不是广告？啊，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在电视广告或是网络广告，可是我们的活动每次活动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告。只要你懂得借力，只要你懂得约人去，是不是就可以得到那个力量？所以你发现很多领导人会成功，他也抓到诀窍了。哇，会议很重要，我只要想尽办法带人去参加所有的会议，哎，自然而然，哦，透过公司的活动就去影响他们。因为我们这行业做的是影响人的事业，影响就是你看在社会上不是别人影响我们，就是我们影响别人嘛。对，只是比什么谁的额头比较硬，额头就代表什么思想或是信念嘛，谁的信念比较坚定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当我们信念很坚定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去影响别人，而不是受别人影响。哦，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对的。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哦。尤其我们面对那么多人啊，有时候别人讲一讲，哦，你就，哦，你可能就，哎，就投降了，就放弃了，哦，不就没有办法坚持到底。哦，所以这部分很重要。嗯。刚我讲什么？信念，信念，信念。哎，我刚才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好，好，哦，所以你看，懂得借，懂得卖。然后刚讲，对我讲林文峰，你们会不会去卖老板？对。因为有时候呢，大家会着重在产品端，
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卖已经不是在卖产品了，基本上产品都是到后面都带过的。为什么我会讲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产品到底有没有效什么的，不用解释太多，因为有时候你讲太多他也不见得相信了。但是我会讲数据会讲话嘛，数字会讲话。如果公司这样单一产品一年可以做到137亿的业绩，你觉得这产品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让他自己去想。有时候我们给他答案人家不见得会相信，你要让他去想。哦对啊，137亿代表什么？多少的家庭多少人在使用这产品呢？已经是可能是数十万人在使用这产品，那你觉得产品好或不好？对，就已经毋庸置疑，对不对？我们以结果论来看你产品好或不好，对不对？那如果这产品不好的话，为什么这产品也不便宜？为什么每个会继续的购买？所以这部分就是大家去要懂得去应对，好，这个产品自然就有那个效果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说到最后已经没有在讲产品的效果，而在讲什么其他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会卖公司的活动会议，然后卖领导的故事。然后卖老板，那为什么卖老板很重要？因为老板就是代表整个 Reway 的一个精神，就是整个文化的开始就从这老板开始，所以很多人他会被 Reway 感动，有可能不是产品哦，而是因为公司做了一些事情，让领导人感动，或者让员工感动到。所以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一些视频，有一个。公司的员工旅游到马尔蒂夫的有没有印象？有，我相信大家看的时候会非常的有感觉，会非常感动。那个视频就是原本公司啊每年会有员工旅游嘛，类似那种尾牙，那原本公司跟所有的公司的员工说要去马来西亚一个海边叫比沙鲁，原本就是这样的讯息。然后呢结果呢后来要出发前一天就去一下新加坡的公司，那在老板讲这些话之后最后跟大家讲我们不是去比沙鲁而是去马尔蒂夫，就秀出那马尔蒂夫的照片。所以如果你是员工的话，哇，你的心情如何？太高兴了，心情落款，我看那个视频很多员工都流泪的，因为这个是惊喜嘛。所以我觉得老板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你知道吗？如果是男生的话，应该是那种把妹高手。但句话，这个老板真的是太意外了，因为多少人一辈子没有去过马尔蒂夫，对不对？有人说那是一辈子必须去的地方。但是就是你这老板为了要给员工惊喜而制造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这老板用不用心？用心，用心啊！但也有比较难过的。你知道上我们的安宁的纪念碑嘛的公子嘛，也是我们一个大学领导人，几年前在办活动的时候突然离开，突然离开，因为呢儿子有先天的疾病，突然离开，哇，大家都非常错愕。不急张。然后来呢，会知道当天晚上，我们的几年前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从门口出现，他还想是谁，竟然是我们老板，当天就买机票从。新加坡过来，是不是这个我们老板的掌声？大家会觉得说，领导人那么多，对不对？要是我是老板，我就可能派总经理说去质疑一下，他竟然排除所有的行政人，立刻买飞机来。所以这样老板值不值得跟？值得啊！你看所有的活动都是亲力亲为的，你看很多的直销公司的老板，平常是见不到人的。都是大会的时候出来露露脸挥挥手，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互动，对不对？可是看我们老板有很多机会都是跟大家一起互动，而且所有的活动会议他几乎都是第一个到，因为我看太多次了。比如说假如是杨大会培训会，我们能到的时候已经很早到了，他可能已经七点了到或六点多到，然后我跟老板我住过他们家，到了两点他还没睡觉，我想他在干嘛，后来就跟他聊天，聊到快天亮。我想说，我只是一个领导人哦，平常有多少领导人要早上聊天，几乎可以睡觉。
那他们必须太必要这么做吗？没有，但是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互动的。因为这个是老板很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精神是会影响到所有的领导人的一些想法，就是态度。所以你看，例会很多领导人尽管做到非常成功，在高阶，所有会议还是看到这些领导人。包括你14年前那些大领袖，公司活会议还是看得到。如果是一般的小公司，这些人都不见得会知道吗？所以我在南部的时候，也有一群本来是做别间小公司的领导人，后来做领会，另外一个领导就跟我讲说，如果以前在他们公司啊，一个月10万块，人都不见得，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成功了，然后就退休了，那活动都看不到的，那就很惊讶说，为什么领会？哇，都已经月入百万几千万的会议还是要到，这种就是有态度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哦，就是你在会议可以看到很多直销公司没有的，包括活动会议，你看人家直销公司一年一次、两次大会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我们一年4次的活动会议，没有看过哪家直销公司活动那么积极的吧？而且是从会议开始到现在。没有中断过，这个就是值得佩服的地方。你看成功就是贵在什么？坚持，对不对？很多人就输在坚持这两个字，就是会半途而废，或者中间觉得够了就放弃了。看因为这14年来，你看所有的会议活动没有中断过，比方大会、培训会、高峰会议，你看疫情期间有中断吗？也没有尽管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也透过什么线上的表扬、线上的培训，而且很用心的在筹划，或者说用一些特效去呈现那个效果，也是非常花钱的。那公司要是我是老板的话，我可以找理由借口啊，因为疫情我们聚会我们都两大会取消，培训会取消，但是有取消吗？没有，这个就是态度。所以像人。一个会成功领导人，你看他对很多事情的那种坚持，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嘛。如果想要在这行业成功了，你要学习人家的态度是什么，老板的态度是什么。包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是林文峰，我会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各位可以试看看，因为有时候做这行业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人会跟我讲说，我平常我没有来绿会之前好好的，为什么来到绿会之后问题一大堆？那有问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们希望人生多一点问题还是少一点问题？见仁见智啦，有人喜欢那种就一帆风顺的，但有些人喜欢冒险有挑战的。但我只能说，今天如果你们想要成长，你要蜕变的话，你就要多遇到一点问题，而且遇到问题的态度很重要。有些遇到问题是这样，开始抱怨，但是有些遇到问题，他会学习感谢，会开始反省，为什么有这问题存在，然后自己要去反省。很多人遇到问题，他把问题都归怪别人他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做什么事情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个就要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有时候很多问题不是我们看表面的，真的你要去看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有它一个原因在，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去思考，所以说，那瑞瑞，如果你不怕问题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离成功甚近的，那每次问题一定会让我们有所成长，那你经历很多问题的时候，到最后。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对不对？我曾做个比喻啊，飞机为什么会撞到山？很多人说驾驶员打瞌睡，很多人说遇到乱流，很多人说遇到什么状况，我都说答案很简单，就是飞太低啊。飞机飞低是不是撞到山？对。那这表示什么？你看很多人心情就是那种 EQ 非常低嘛，遇到很多问题，哇，就开始，但是如果你自己成长到某阶段，尽管山再高，你就不会觉得那是问题，
因为你已经跨过很多的问题，表示说很多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哦，所以成长为什么非常的重要？我一直觉得说来到这边赚钱赚得到先是其次的问题，最重要是你是不是在那边先改变。你没有改变，你没有成长的话，其实你要成功还需要更加努力。所以我在逃神游约第二本书我都会给大家祝福，就刚刚那个小唐讲的内容，其实那个内容是后来我在想的，不是我写书前 就有那个内容，而是那当下的一些灵感感动，所以我会写一些祝福的话。但是我在写的时候，可能各位会觉得我只写字而已，对不对？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给予祝福的，就是我真的祝福这人能够蜕变能够成长，就像说我跟每个人讲握手的时候，不要小看握手的动作，握手的时候我也是给对方祝福的，不是说单纯的礼貌的握手，我心里面会希望说给他能量给他力量，因为我知道这种信念 的重要性，就是我觉得要释放这种生命的讯息，所以我好像约两本书，但后面第一本书后面我都固定写两句话，都已经固定了，也就是本来会写不一样的，后来就觉得就把它固定好了。第一集我都会写与神同行，万事亨通，这是第一本我都会写这个祝福，所以以后你们都拿到很多一样的，那第二本的话，红色的，我们那个书有那个书腰嘛，第一本是绿色，第一本是红色的，那红色的我们就介绍那个凤凰领队，凤凰就是代表重生嘛，浴火重生，然后佛家有讲到一个涅槃嘛，就会说突破自己，突破自我，然后涅槃重生。我们可以上网自己去查什么叫涅槃，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值得大家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就是重生就是改变就是成长的意思，圣经有句话说人不一定要睡觉但一定要改变，就是改变改变改变，如果想要更好的未来的话你一定要去改变，如果你对现状不满的话一定要改变，因为你没有改变你就不能期待说一定会有这个结果，因为人的行为会导致某个成结果，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 Reway 会不断的突破，我们的教育训练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吧。你看 Reway 会那么成功，我们的每次的大型培训会非常重要，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培训会有时候 也没有在讲什么产品，也没有讲制度，就讲一些怎么做人啊观念的东西，就像老板讲嘛，先做人再做事。那如果大家抓住这个诀窍之后就知道，原来先把人的本分做好事情就变得简单的，就是做人应该怎样做好所有人，反正人很多人说人只有两化，可是却不简单啊，对不对？人简，可是人有那么简单吗？很复杂。所以我觉得 Reway 很了不起，就是你看 Reway 有办法带领成千上万人千军万马，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当个主管就知道你带十个人就已经很吃力了，何况你要带几千几万的人，所以训练很重要，所以训练就是具有共同的一些想法嘛。如果都大家听一些正确的观念的话，大家配合起来就容易了。为什么？因为方向会一致。方向一致，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所以你看我们的培训会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除了卖产品之外，你看卖老板、卖活动、卖会议，很多东西都可以让各位去借到力。包括刚讲的这个书。因为任何一个东西的产生其实都需要一些想法的。可能会觉得书就是书。现在书很少在买书了，对不对？
哎，我们对面附近很多那个书店，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有去书店买东西，就买那个笔，签名的笔，我就问那个店员说，我问那个店长，哎，能一本书啊，要卖多少本才算是畅销书？哦，那时候我在店里一个月能够卖个十本，应该就算畅销书了。哦，那全省现在书店也没有那么多，哦，跟顶多卖个100本、200本，可能都是畅销书了。哦，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庆幸。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因为这平台，哎，我这书如果以这样销售量来说的话，哎，真的是畅销书，哎，真的真的。但就是我讲嘛，这个书卖的我们是给公司的慈善基金会，哦，但我们还是以就是不是以赚钱目的，因为我也不是靠这个赚钱的，但是我很希望说这本书可以让它借到非常大的力。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高雄，然后那时候邱老师有到高雄，然后住我家，然后隔天他们一个餐会，然后我去的时候，哎，发现很多我都不认识。那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呢，那个主持人是一个孔雀领队，哦，他就拿一本笔记本要我签名，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哦，他说这是豪神有约的笔记，哇，密密麻麻，很真写一大堆。然后他跟我分享一句话，就说他进来六月三年了。然后来三年时间，之前是不了解瑞位的，你看来了三年还不懂瑞位，而且又做到孔雀。然后说他是因为后来听了豪神有约节目之后，慢慢才看懂什么是瑞位。那时候他这样给我回馈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哇，豪神有约那么厉害吗？那不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访谈的节目？但后来我想想，哎，确实应该有帮助到。为什么？因为豪神有约就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哦，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哦，不同的人生历程，但是因为 W 的时候，哎，他们成功，他们成功的一些故事，哦，透过不同背景的人，哦，来分享，就可以看到 Rio 的全貌，哦，比如说我是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哎，有些从医生的角度，而是从老板啊的，比如说那个家庭主妇，哦，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来看到 Rio， 每个人都不同的感受嘛，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然后我觉得，哎，现在的节目真的还蛮不错的，那个是我们一个动力，就是可以坚持继续办下去的动力。否则，你看有时候做这种线上节目，有时候有些人都不知道为何而战，知道吗？就做一件事情，你就傻傻的做。哦，真的，因为一开始是因为疫情嘛，疫情没办法聚会，哦，所以那时候我是想说，要透过线上来开会。但是我们常看到的就是线上的分享或是平常领导分享是比较单方面的，单方面就是在台上然后领导一直讲一直讲，就像我现在讲、那个讲到最后就大家都睡着，因为没有太多互动，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如果能够用访谈的方式的话，那时候就可以让很多人听到更多领导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很多领导都很优秀，可因为后来很多的会议公司都有定的门槛跟标准，比如说你就培训会可能就邀请一些比较高级领导分享，但是真的很多非法都很优秀啊，可是没有机会让大家认识，所以我想说借由这个平台让大家认识更多的领导人，因为我刚讲嘛，我们要很会卖，尤其是这行业要很会讲故事，是最就是你要很了解很会分享领导的故事，那领导故事怎么去取得？访谈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想说，借由访谈方式，让大家认识更多领导的，然后可以去分享。因为每个人会从不同领导人找到跟自己背景相同的嘛，会得到共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接到蛮大的力，然后后来出书也是意外。我也从来没有想说要把这个内容出成一本书。那也要感谢我们的一些伙伴，去年的时候给我一个生日礼物的惊喜，他们那时候就把十位领导人就把它翻出来，然后做成一本书，就豪神有约，但是是很粗糙的吧，因为没有编辑过，只是我看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它也是几十本给我，内容一样的几十本，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桌上拍照，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武侠小说一样。那时候就有个灵感，如果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那时候这种想法，
因为他们那时候也没有翅膀，就快速内衣，所以那一本成本要1000多块。比如说他包可能花10000多，就印了10本，就当做生日礼物给我。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跟领导们就召集起来，我就说如果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然后所以呢，这时候就要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小唐，我们的唐明师林师。好，所以那我们另外这人才济济，然后过去他有出版社的经验，所以他很懂这种书怎么去编辑。所以我们就讨论，就一个方向，然后他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好的一本书，问世。那这本书呢，第一集大家都看过了吗？应该看过了，第二集又在进化了，要进化，因为里面有些细节的部分。那最近也有很多领导跟我讲说，哇，那本书太好用了，太好用了。因为他透过这本书成交很多的朋友。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时候跟朋友互动的时候，有时候你讲的东西他听不进去，反而 越熟悉的人他 越难去影响他们，但是呢给他一本书让他进去看，里面呢可能会找到他自己想要找到一些答案，比如说也有产品的见证，也有事业见证，也有很多成功的一些方法，很多的历史的格言，可能他看完之后他觉得这家公司是不一样，然后有找到他想要的单之后，他就愿意去跨出那一步去尝试，他说这东西太好用了，所以我说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不晓得各位你们理解这东西这个书对大家的帮助，这样说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工具嘛，比如说政商富豪名人，这是个工具，我们真的要善用工具，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听是一种感觉，看又是一种感觉。像说很多人看公司活动视频，然后我看视频就好了，但是你去参与，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飞马领队，他是五还六吧，何海运，何海运也是个大领导，他团队非常大。那时候他还是参加公司的大会，我记得他是8周年还是几周年。那时候她跟她老公去，然后我们住的地方跟离会场很近，活动在结束在10点过后我们就散步回去就聊天，哇她就很兴奋，她说哇杂志看是一种感觉，看视频又是一种感觉，真的你亲自参与那种大会才知道哇那个震撼，后来就跟她老公说啊，不如我们就把店收起来全心来做离会，就是像一种一场会议而下定决心，人生就这样改变了，很厉害，那第一年收入就有600万，第二年好像就1800万，我记得，成长非常快。你看，就是做一个很大的决定的时候，人生就很大的反转，很大的反转。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感受一些东西，然后呢，要带，看这行业要成功，怎么成功？人数就是决定的关键嘛，人数就决定胜负的关键。所以有一个领导人叫做何立立，何立立他成功，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跟成功来学习嘛，这个领导为什么会成功，他只是一个高尔夫球教练哦，而且他嫁来台湾之后没有做过其他工作，这就打高尔夫球，教高尔夫球，而现在可以成为飞马九领队，那他成功的方程式是什么，但豪神也有提到，这个我就可以简单分享，就是他抓住每次会议的机会，影响很多人去。因为有一次，应该国外的培训会，我们那会炒人数嘛，炒人数，然后那时候好像剩1-2礼拜，后来就约了大概十几个朋友，有的他也招待他们去，甚至还有做商务场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格局不一样，就是他很愿意付出嘛，所以他讲嘛，小舍小得。大舍大的，他也没有想过他做这决定之后，哇，那场会议回来他的月收入破200万，他被那个奖金看到就出来吓到了，就是他带他们去参加一场国际的会议，没想到影响到很多人，甚至这些大老板决定来参加事业，然后呢他就知道这是成功方程式嘛，如法炮制就好了，每次活动会议想办法去影响很多人去，甚至他会招待他们去，那从那次会议之后呢，他
他的月收入啊没有低过200万，那种感觉啊，什么每个月总统一发票的感觉，这种感觉棒不棒？棒，哦，非常棒。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去付出，或者多少人看得到这样一个方法？哦，但那个汇前跟汇后很重要，会议的部分就是要给公司的，但是汇前跟汇后可能要稍微下点功夫就 OK 了。哦，所以看公司做的很多事情是让我们很容易去借到力，借力使力不费力啊，不就这样子吗？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成功？哦，所以我们常讲战略成功，你不需要花什么20年、30年，你如果抓对方法，2-3年就够了。2-3年你就可以翻天覆地的改变的，各位相信吗？哦，你看Mayweather的成长就知道了，成长真的是倍数成长。所以以前人家说，可能我们直销的魅力在于倍增嘛，对不对？哦，一啊、二、四、八等等的。我那时候开玩笑说，Mayweather已经不是倍增了，是暴增了。为什么？因为领导人看到了这个商机，哎，我们今天才听到商机，对不对？那抓到这商机的时候，哇，就知道。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机会。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说它是本世纪最大的商机？先讲保健产业好了。各位觉得保健市场大不大？非常大，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几乎脱离不了保健品。我记得小时候妈妈也会买什么钙片啊、维他命 C 啊、哈利巴什么这些东西。哦，有些吃我以为是糖果，后来发现哦是保健品。哦，那你看，如果长大之后，哦，假如结婚之后，你的另外一半太太会不会买保健品给先生吃？会呀，啊，也是会，对不对？哦，因为先生健康才有办法工作养家糊口。那老的时候，小时候会买保健品给父母吃，对不对？现在有一老，无有一宝，所以发现人从小到大脱离不了保健品。哦，我们不一定需要药物哦，可一定需要保健品。为什么？因为一般我们的饮食啊的营养不够去让我们得到健康。哦，这个是一个前提哦，就是很多人吃的食物，因为现在很多食物已经找不到那个营养了。哦，所以必须透过营养辅助品来辅助。哦，所以我们的 OPV 像一棵树嘛，对不对？人是不是就像树一样，如果营养不充分就会枯干，营养充足之后就会很茂盛。所以找对营养非常的重要。哦，那保健品琳琅满目，这时候我们要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保健品是那么大市场的话，那这种细胞疗法、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主流跟趋势。因为医学一定是不断的进步嘛，人会追求更好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你的产品？因为他吃的享受，他不会回头去吃过去的保健品，因为效果还是有差的。因为我们讲我们可以做到细胞的保护、修复、再生、逆转老化的效果。哦，所以如果你产品要卖得好的话，你一定要抓住这两个词，就是再生医学。哦，过去呢可能是药物医学时代，后来可能就是自然医学。哦，现在已经进步到所谓的再生医学，一定要抓住再生这两个字。如果你懂再生的意思的话，你发现哇，这产品真的太厉害了。哦，所以有些我们不错的见证呢，也可以好好的去分享。哦，有时候讲到再生，我就会提到一个案例，哦，一个不错的见证。哦，我们一个叫刘东兴刘大哥，卓越团队的，哦，也是蛮早期会员。哦，他本身是在医院从事医疗器材的，哦，教医生操作医疗器材的。哦，但他接触普提的时候吃的非常好。哦，他很多的问题都帮助到，哦，比如说他说他上厕所蹲了会站不起来，哦，后来都可以。然后他很孝顺，买给他妈妈吃。哦，妈妈在花莲80几岁， 有得到一个叫做血清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哦，但是也帮助很多了，因为他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身上游泳的奥运培训选手，但现在人年纪大的也是问题大堆。哦，但是这产品有帮助到他。那另外令他比较惊讶的有两个。第一个，他妈妈本来就是有那个白内障，一眼已经开刀了，手术了，另外一眼要去手术，哦，等于说自己先手术，后来另外一眼要准备手术的时候，医生检查说，哎，竟然那个问题没有，他说可以不用开刀了，哦，那这样的状况呢，让
那个先生非常惊讶，因为他本身有一些医学的背景，然后他跟我讲说很多症状是不可逆的，他说白内障也是，哦，白内障，他举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一下，你看就像一颗生的蛋煮成熟的蛋，那熟的蛋有没有可能变回生的蛋？不可能，不可能，对，现实生活是不可能的，哦，早上我们的好伙伴还送给我一些自己煮的茶叶蛋，哦，我今天就只有吃那颗茶叶蛋的一个，对，就活力满满，哦，这样看一颗茶叶蛋怎么可能回到生的蛋？不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细胞再生。所以你看，本来白内障就是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要手术的。哎，不用手术表示什么？哎，它可以回到原本的状况的，神不神奇？就是跟魔术一样，魔法一样。所以他觉得非常惊讶，哇，这个医学做不到的，我们做得到。哎，第二个，他妈妈要植牙，那植牙的时候一直没办法植的原因是因为牙骨已经没有，要补那骨粉。但一直补不起来，所以没办法洗牙。但因为是盆是盆地的时候，见牙骨长出来，他也吓到，哇，怎么这么神奇？那后来可以顺利洗牙。就这两点，他对我们的产品佩服的五体投地，是不是可以做到细胞再生？这是我们想象的嘞。因为一般的保健品做到细胞保护修复，没有办法做到细胞再生。所以为什么说你们要抓住这个关键词啊？啊，包括。这也是我早期听国外的见证。我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回来，他要上来分享。啊，因为他是在旧金山接触 PT 的，他那时候颈椎开刀，结果后来很多的后遗症。就他跟问医生说：“我到底我这颈椎问题什么时候才可以好？”那医生跟他讲说：“除非你遇到干细胞。”所以干细胞这三个字，他已经哇在脑海里。后来应该是新加坡有人介绍他这产品，吃的非常好。然后也给妈妈吃，所以后来他就回来分享他颈椎的见证。所以其实你上网去看，比如说脊椎受伤、神经受损这些问题，坦白讲，他的答案解决方式只有干细胞。所以你看我们的产品，如果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水平的时候，是不是要好好去生，就是好好去把握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可以做到可能现今医疗做不到的效果。今天讲好像有点讲效果。好，你们自己影片自己留着。但是有时候啊，我们就私底下讲。好，虽然我讲私底下，大家还是会公开的。就好像在日本是，日本不能讲疗效，而且是更严格的。我们可以理解啊，理解为什么不能讲。然后因为这种健康产品参差不齐嘛，那政府有责任去把关，这是政府的责任嘛。所以我们不能怪政府，因为本来保健品就是一个像我们的食物等级嘛，食物等级怎么可以讲有效果？因为我们产品是食字号，也不是健字号，也不是药字号，对上吗？所以，但是好处是，如果它是药字号的话，这个生意跟你们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用药师才可以卖这产品嘛，对不对？就幸好它是食品，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事业，是非常好的。那十字号表示我们里面都是天然的，但是天然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对不对？我们不能想效果，虽然我们心里面知道一定有活生的效果。这个就你要讲到细胞疗法是从根源着手，根源着手，像一棵树嘛，比如一棵树，树，好，比如说这一棵树，你看到一个叶子枯掉了，然后你觉得是叶子的问题。后来发现不是，是树枝问题。后来发现不是，是树干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土拨开的时候，根已经烂掉了，根源的问题。所以你发现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根源的问题，不是吗？如果很多问题可以从根源去着手的话，确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干细胞英文叫做 stem cell，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stem cell， stem cell 就是根源细胞的意思。就根源，万能干细胞，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基本功？你今天要去跟朋友分享，如果这些东西你都不理解的话，他提出一些问题，你无法去解答，就是很多东西从根源着手，所以你看我们这很多外面的产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你看我们一个产品可以帮助很多全方位的，它是一个
这样的原理嘛，否则怎么可能可以全方位达到这个效果？哦，各式各样的见证都有，但是就吃这个产品。哦，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我也会去分享一个，就是我上次在分享商机的时候，我提到一个这个大家可以拿运用的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很多人后来就把这套说法来讲。啊，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立位十周年，然后刚好也是 iPhone 十周年。哦，刚出那时候刚出第几代？第四代、第几代？你看 iPhone 一代一代出，但是我们的保健品也是一代一代出。你有没有听过哪一家的保健品是这样子出法的？哦，可能就很多的品项，可是第一次听到有保健品是一代一代出。哦，所以你看过去啊，很多人用使用变化，过去使用的功能都比较养尊。简便化，手法简讯，顶多如此。但你看现在手机的功能是非常的多，哦，你看可以录音录影啊，哦，然后可以看电影，可以消费购物，哦，可以很多手机都可以取代。所以智慧型手机的英文名字叫 smartphone 嘛，智慧型手机。所以你看现在人是不是都在依赖手机？哦，如果你一天出门没有带手机，是不是觉得没有安全感？我会觉得哇，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啊。现在的非常依赖手机哦，所以要智慧型手机哦。那你看保健品的时候，过去很多人是吃瓶瓶罐罐的，对不对？比如说很多人脑筋开始退化了，要吃个银杏补脑一下。眼睛退化吃什么？叶黄素哦。心脏不好来吃 Q10 哦。膝盖不好吃个维骨力，肝不好吃个保肝丸。所以你看为什么，你看很多人吃一大堆的保健品，一大堆药，就是因为生理一大堆毛病嘛，必吃各式各样的保健品。但是你看我们那么多的见证，却只有吃一个产品，吃方便多了。哦，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定义啊，我们产品叫智慧型的保健品。哦，这个名词取得好不好？就像智慧型手机一样啊，因为我们要让人家理解我们是怎样的产品嘛。哦，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富豪名单的秘密，里面都有答案哦。就是医生他们就是科学家去做一个标靶的实验。哦，他觉得干细胞很厉害，比如脑部有问题，干细胞跑到脑部修复你脑的细胞；你的肝有问题，他跑到你肝去修复你肝的细胞；你的膝关节问题，他去修复你膝关节。这个就是干细胞的原理嘛，他是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所以才办法解决那么多问题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哦，就是未来的趋势。哦，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哈，你还在吃一大堆保健品哦？我们现在就吃一个这样的产品，就可以顾到身体健康的。然后这个是变成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哦，主流跟趋势，就是以后你看到很多人在吃一大堆药的时候，啊，你已经落伍了，对不对？就像你还在拿以前的旧的那个摩托罗拉手机一样，对不对？要进步了，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好奇，甚至他们做一些改变，哦，哎，尝试看看，哎，真的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的市场嘛，越做越大的原因。所以没办法，因为瑞瑞会造大的原因是我们的产品就是个趋势的产品。所以美容品公司也抓到这个嘛，对不对？所以看瑞瑞会更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两大市场，一个是保健市场，另外一个就是美容市场。爱美是不是天性？哦，而且你会发现女生啊，花在美的地方的钱真的是不手软。哦，其实你可以去自己去观察，你从头到脚，你花了多少钱在你的身上？你看头发，哦，会不会去给他洗头？染发、烫发、剪发，很花钱的嘞。哦，那眉毛也是，有人是不是会？嗯，因为我以前有卖过那个彩妆保品嘛，眉笔，对不对？有人还要去纹眉的，眼睛也是，眼睛可以画眼线，哦，然后呢？有一阵子我觉得女生很奇怪，欸，为什么这个女生的眼睛忽大忽小的？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一个叫做瞳孔放大镜这样的东西。女生为了让自己眼睛看起来比较明亮，哇，用那个类似隐形眼镜，那 bling bling 的，每个人女生眼睛都变得很漂亮，对不对？你看眼睛就那么多可以画线的地方，对，嘴巴是口红、唇蜜，嗯哦，甚至有一次，那个领导应该不在，可是我去高雄的时候遇到一个领导人，
然后坐高铁，然后我、突然口罩拿下来，哇，嘴巴肿得好大。我说你嘴巴怎么了？没有，他去闻唇。我说、嘴巴也还可以闻哦，哦，太厉害，这女生爱美真的不嫌弃的，她可以忍痛，什么都可以忍，就喜欢变漂亮。哦，哦，所以你看女生会花很多，甚至配件，整个耳朵、耳环、脖子项链，看光头这地方就花了不少钱。哦，那这边就是该那个该怎么的就，对，真的，她，我觉得真的，当女人，幸福嘛，男人辛苦，女人幸福。哦，那女生要买包包啊、鞋子啊什么哇，什么项链什么哦，都是钱，都是钱。但是你看哦，会投资在身上那么多的部位，到最后还是一个最重要，就是脸，脸。因为我们去判，我们去辨识一个，我们去认识一个人，一定是看他的脸，对不对？因为脸才会不一样嘛，你很难从他的屁股是腿就看这是谁，哦，除非是比较高的、比较明显的，不然你还是要看到脸才知道哦，这人是谁，哦，所以投资在脸，哦，是最有智慧的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会卖很多的卖很多的护肤品，让自己的皮肤变好，哦，所以你看去百货公司，一楼都是卖什么彩妆保养品。哦，这是最大的业绩来源，否则他不会把它摆在一楼。哦，所以你看美的东西，因为让多少人愿意掏出腰包。哦，所以没有丑女人啊，只有懒女人。哦，所以真的美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所以你看我们公司除了保健市场之外，又抓住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叫做美容的市场。你看公司两个没抓住了，你就赢了。而且又是最厉害的影片线屠龙刀，哦，劳斯莱斯跟宾利在这手上，而且又是很有卖点的嘛。你看你出门还带瓶瓶罐罐嘛，你只要带个喷喷出去，就可以把脸修复得非常好，哦，因为我们里面也有说的植物干细胞、海龟香，哎，这些都是卖点。然后27种专利成分也是卖点，因为没有一家的美容品愿意投入这么多心血，啊，这些东西就是变成我们的很厉害的地方，保健市场、美容市场。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商机？哦，而且你会发现，你看很多的人，他买保健品，他不会使用直销的产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药妆店也有卖保健品，可是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不会去药妆店买，为什么？因为通常会在直销卖的产品，应该都是不错的产品，对，他才会被选择当做直销产品。第二个。保健品是长期使用的，哦，那这个钱你给别人赚，不如什么自己赚，或是自己省下来。哦，如果本身是会员，我可以买给家人吃，或是替亲朋好友服务，你是越吃越便宜，越买越便宜，甚至可以赚钱的。哦，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直销是用保健品当做直销产品，就是这个原因。哦，就是用会员的方式。所以你看到，哦，很多人他觉得我们的产品，贵，但是到最后还是买很多，因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奖金制度，越吃越便宜，甚至到最后不用钱还赚到钱，那自然而然吃产品又不是一个太大问题的。好，所以现在商机我们抓住了保健市场跟美容市场。好，那当然那时候我在商机的时候，我记得我有分析五大市场，哦，保健、美容、医美、医疗跟宠物市场。哦，后来很多人也是在卖这个五大市场，哦，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谁需要这个产品，年纪大的需要，对不对？身体有状况需要，爱漂亮的需要，哦，那年轻人呢，找机会的也需要，那动物需不需要？需要，哦，因为动物也是细胞做的，哦，所以我在日本，哦，我讲了很多宠物的见证。哦，因为日本没有办法讲人的见证，我是要讲宠物的见证，应该不违法，对不对？对，对，宠物是好，但是反正他们生命跟人没办法不一样。哦，所以我讲很多宠物的见证。但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提到这个宠物市场？哦，因为动物是没有健保的，哦，所以当动物生病的时候，医药费很贵。如果你有养狗、养宠物，都知道。哎，但是有时候他们吃几颗颗粒，哇，就生龙活虎了，
就健康的，会觉得很神奇。哦，甚至在南部，我最近有听到有人拿这个给鸽子吃，晒鸽。哦，而且吃了皇帝的时候，哇，得冠军，大概输赢都是几百万的。我算是很聪明的投资，哎，真的。所以宠物市场也是很大的市场，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可能单身或者没有生小孩，那毛小孩就是他们很宠的嘛，对不对？哦，动物比人还重要，哦，所以有时候很羡慕那些动物吧，像狗啊，对，好狗命啊，吃的都比我们好，对。但这个就宠物市场，所以看我们的市场，看保健、美容、医疗、医美、哇，统包宠物市场。所以为什么说是本世纪最大的商机？哦，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聪明人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在外面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机会？你要自己创业嘛？好，我们这样讲，打工上班族都知道，人生不能有很大的翻转跟改变，对不对？但是你看现在创业容不容易？不容易。你看这附近你常逛就知道，哎，怎么这家又在装修了？不是前一阵才开幕吗？为什么？因为可能做一两个月做不下去，又重新的另外一个新的承租人。每个老板都想要赚钱哦。你开店难道想要赔钱吗？没有啊。可是现实是残酷的。你不要认为现在很好，现在景气，日本啊大陆的景气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都在找寻机会。而且其实很多的创业是有风险的。但是因为是事业，我们可以说是零风险。零风险为什么？因为你要投入的钱其实它也是相对跟一个产品而已嘛，它也不是什么投资，只是你买一个产品就给你一个事业机会，就可以来做这生意的。所以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风险，但是它可以帮你创造可能千万倍的回馈。因为我就因为我相信很多领导来这边就有感觉，可能短短几年的收入可能就比外面上班出来的好很多。但跟我们的奖金制度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很有感觉啊，很有感触，就是产品真的不一定要多。我过去的想法也是很贪心，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如果这个也卖，那个也卖，那个也卖，哇，我会感觉我好像什么钱都可以赚到。后来发现不进来。为什么？因为不专注。不专注是一个关键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你到底 在卖什么。一下跟他讲这一下那个，因为那时候我自己觉得很厉害，我代理很多产品，会发现客户朋友说你到底主要在卖什么？包括比如说我开店嘛，但我开店那个韩系的散装保养品里面有几百种产品，很多选择。但是我记得有一年的表扬大会在台中体育馆，是我们唯一一次在台中表扬的。那时候我记得我是麒麟领队。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开车的时候，经过以前我开店，因为我那时候在一中商圈有开一个韩系的彩妆保养店，那时候很多的感触，所以我那时候在台上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在立位开的三家店，胜过我开的十家店，三家店之后我们85880有三家店嘛，胜过我自己开的十家店，然后我讲了一句话。一万颗子弹比不过一颗原子弹，因为我产品很多啊，五六百种品项产品，而且每家店只要投资多少钱，都是四五百万的装修啊、库存啊，很多。你看你投资那么多钱，你要多久才能回收，对不对？所以我才很感慨说，你看一万颗子弹比不过一个原子弹，如果对的话，一个就够了。你不要说我要多少的产品，不要想说这里要赚那个要赚。你专注，如果你真的听懂的话，我们今天我有看到一个也是很前辈的叫严姐，也是我们初创的很好的朋友，严姐，严姐，对对，这边，现在坐在最后面，看她很开心，因为呢，当初是你介绍我牙刷的嘛，对对，然后后来呢，她跑去卖场去卖，帮人家卖牙膏。但是他那时候因为已经有赚到钱了，我每次都跟他讲说，你要全心的投入，
你不要说又就是又那个工作可以放掉，一个月没多少钱，然后才2万多不到3万块，那我就觉得因为都有赚到钱，为什么还去做那份工作？哦，但是可能想要有那份安全感嘛，就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就鼓励他，我说你看你组织都有了，但是这些需要有带啊，如果有带的话他可以创造更高的一个产值啊，就有奖金啊，不是很好吗？哦，但是他那时候一直放不下。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有些人跟我讲说他现在就真的自由了，就没有在做那个工作。然后我还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早知道要听你的话，浪费了几年时间。因为很多人真的是看不到未来嘛。对，就是看很多人就是要怎么讲，要看到一些东西。但是你看我们当初做对的时候是什么看不到的哦，所以我说我是相信才看见嘛。但现在人是看见的还不见得相信。所以相信才会看见，努力就会实现。那个相信很重要。如果你从来没有相信你会成功的话，你永远不会成功。你要相信自己会成功，你就有可能会成功。相信是一个最基本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力量。一定要相信。讲那么久你们会不会累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就是很多都是经验的、啊、其实很多讲的东西你们可以参考，把它当做一个跟客户分享的一些内容会很有帮助所以你看有时候你必须要看到一些东西你才能做一些决定，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很多的担心担忧。那基本上这个行业这产业不需要太大的一些库存压力嘛，没有风险所以为什么可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很多东西已经不需要去证明了，因为我们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一切但我们的市场仍然是非常的大因为很多人会讲那做到台湾第一了会被市场已经饱和了，对不对？有没有会问这个问题？而且好像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真的你走在路上你会遇到多少微微的我有时候我会去一个地方可能我搭中交通工具绕我都没有遇到任何一个瑞瑞的，因为基本上正台做瑞瑞的应该都会认识我，可是我看整个路线都没有遇到瑞瑞的，就表示说好像多人都不知道瑞瑞，包括我的朋友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尽管我的 Facebook 常贴一些东西，可是真的见面之后他说你到底在做什么，那我跟他讲瑞瑞也不懂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不同领域的就像昨天有一个朋友来帮忙，他已经自己创业成为一个科技业的一个老板然后他跟我讲什么公司我也不知道啊，你什么我又不玩股票的那些什么上市公司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同领域你就不会去关心嘛，所以很多人他也不会管直销，他不会关心直销的领域啊，他也不懂什么公司，就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的丽欣姐是日本妹嘛她上个月回来，她本来想法说哇台湾都做到第一名应该大家都知道哇，就她这次回台湾哇收获很多朋友进来，而且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瑞瑞，她想说哇，因为她本来我们的飞马是要去曼谷嘛，快临时赶到就是曼谷跟台湾都有，我就跟她讲说你就不要去曼谷啊，就回台湾啊，曼谷又没有认识的然后来在这来台湾，哇，他收获很多害他都不想回日本了所以这个就是看到想象的跟实际有的是不一样，你会觉得瑞瑞人多是因为大家今天大家都聚在自己这边，会觉得人多就有很多瑞瑞人，今天你去外面瑞瑞人真的你要遇到也没那么容易，对不对？那你说现在瑞瑞做多大做多大，全世界70亿人口嘛，我们有做到1亿吗？没有嘛，对不对？1%都还不到尽管做到1亿好了，没关系，还有69亿让你去做，市场很大，
所以大家要看得到的就是它就是一片蓝海，而且这事业让你做五十年一百年，坦白讲你做不完，甚至做两百年做不完，我敢这么说。就像 M 位吧， M 位台湾也快五十年了，会不会有人加入安利？还是会有人加入？因为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一定有新的一批人会加入的。所以你看 M 位虽然做十年了，也不过是开始哦，但是他会做到他被我们的业绩吓到，他以为哇这业绩就很多人在死，我都算过大概千分之一不到的人在接触的场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们是高价位然后创造高的业绩嘛，但事实上很多人都还没有接触，所以市场还非常非常大，所以如果你觉得台湾不够的话，公司也是鼓励你去发展日本，或者其他欧美市场都可以，市场做不完，甚至我觉得你只要左邻右舍好好的做的话，你这一辈子就不愁吃穿了，好去深耕当地的市场就好。你看当初马来西亚最早在大三角，就槟城那个小镇大三角开始，那些老人真的不愁吃穿了，就是锁定一个地区而已，你只要服务好一些人就可以了。我再教大家一个谈法，今天学到这个你就算赚到了。那我可以喝口水吗？可以。很多都是一种谈法而已吧，对不对？慢慢讲。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很少去提到直销这两个字，因为本来这就是一个生意嘛。因为我突然有时候这个谈法，是因为我记得以前在桃园办活动。然后突然有一个会员就跑过来跟我说：“哇，我很开心。”他说：“我把我的店收起来。”我说：“什么店？”然后他开一家餐饮店，收起来，然后决心要做瑞味。然后那我就跟他说：“你做一个很好的决定。”那后来我就在想说：“你看，很多人也会想去开餐厅。好，比如说你开个餐厅，你最希望的就是你的好朋友都来光顾你的餐厅嘛，对不对？”但是再好的朋友，有没有可能每天去你的店做？可能一开始一头热，但是后面多一个月可以去你的餐厅捧场一次，就已经是非常知心的朋友了，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多少的客户，多少客人去维护你的一天的业绩的店的一个领域，对不对？那而且开这种餐厅的话会有风险，比如说它叫台风，或者天气不好，可能客人就会比较少，比如说疫情。是不是很多的餐厅都倒掉了，对不对？会影响到，所以开餐厅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做瑞味就像开一家餐厅的这样概念。那餐厅卖的就是什么？就是 Petite。那卖 Petite 的好处是什么？它不受环境影响。不管天气如何，你会不会说啊，今天天气不好，不想吃 Petite 了？会吗？不会。你会不会因为今天地震就不吃 Petite 了？不会，对不对？不受环境，不受情况，不受疫情影响，反而可能越吃越多，而且是每天吃，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好，比如说 我有时候会这样子问，我先问的话，一天吃两颗的举手，我来问卷一下，可提一天吃两颗举手，四颗的，六颗的，六颗那么多，八颗的，八颗以上的，也蛮多的，哇，你们那么有钱啊，哇。八颗不少钱呢，每天就吃那么多，佩服佩服，或者是领导人，所以你看哦，平均啊，你看吃两颗都很少，平均至少都有四颗以上哦。好，那我们来算算数好不好？一颗粉底的会员价多少？两百块，哦，你还算那么细哦，你真的太精明了。好，我们用两百块来算就好。然后用会员价两百块，但实际上是不到两百块，用会员价，因为奖金用会员价去算嘛。好，我们讲到一天吃四颗，这样会有多少钱？八百。假如你今天开这家餐厅，有一个人来吃，有一个客户，他一天就会提供八百块的营业额，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厨师有一百个人，
哦，就好说今天有100人到你的餐厅消费的话，那今天可以创造多少的业绩？哦，就他可能会算100人就有8万块的营业额。好，一个月30天，好，乘以30天，好，240万的业绩。好，那但我们奖金大家都知道嘛，有有推荐对碰什么？好了，我们就大概抓回馈的讲10%好了，好不好？一个月如果有办法创造240万的业绩，有可能收入可能就啊，比如说24万到30万。一个月，哦，我们大概抓了，哦，因为对碰有不同的，有的好几碰，所以你看哦，如果你的组织里面有100个人在消费 Petite， 有可能你一个月就会有23万的收入，那这样目标是很明确的。有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月入10万、20万多少钱，关键是有多少在使用这产品吧。那这样子答案出来了，如果有100人在试 Petite， 你一个月就20-30万收入的话，那我要如何去找到100个人？这么简单嘛，对不对？那你需要自己去找100个人吗？不要，不用嘛。你可能找，比如说，好30到40个家庭好了，是有可能就可以找到100个，因为有的家庭可能2-3个，甚至更多人在吃，所以你只要找30-40个家庭，就可以创造100人的食。但是你需要去找30-40个家庭吗？不用哦，有可能你只要找5-6个家庭，因为每个人会去怎么再去分享出去，就有可能会有3-4个家庭在吃，就有可能有100人在吃的产品，是不是简单多了？因为目标变得很明确，然后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要一个月的30万，我就想办法有100人在我组织里面使用的产品。就可以吧，因为每天都一定要吃的嘛，是稳定的。好，那今天如果不小心你组织里面有1000人，有可能一个月收入是200-300万一个月，对不对？就这么简单。那我这样讲有没有讲什么奖金制度什么的？没有，它是一个概念嘛，生意的都听得懂嘛，关键多少人在吃的产品，是不是很简单？哦，有学到吗？有。你只要今天学会这一招，你就外面谈就很容易了。因为很多人不懂制度，你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一开始的。哦，但是你要让他了解，如果你要谈生意的话，为什么很多领导在没有高收入？就像开一家餐厅嘛，这家餐厅产品好，生意好，生意就做不完啊，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嘛。那你就想办法让100人吃这产品，不就得了？这么简单。你每天去分享1个人、2个人，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哦，那这些认同的时候，你同样的去复制，就告诉他产品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复制是不是很简单的复制？哦，你不要很复杂的复制，简单的复制，每个人都听得懂就 OK 了嘛，对不对？甚至不用去谈到什么时效不时效嘛，就是一个生意模式就 OK 了，就简单。所以为什么很多领导你可以有高收入，就是因为。开的这家餐厅，哦，而且开连锁的很多餐厅，那每家餐厅生意都这么好，就有办法有这样高收入吧，对不对？你看公司去年如果做135亿，公司拨了70%，就拨出100亿的奖金给所有的经销商耶。所以为什么很多领导人都买房买车都很有钱？哦，100亿不是小钱，对不对？哦，那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说，前一阵子说。我哎，说我一个人的业绩相当于安利一家公司的业绩，哦，但是这样讲就蛮听起来是蛮爽的，哦，一个人可以抵得了安利的整个公司，哦，但是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老板讲过嘛，因为属性不一样，你没办法拿不同公司的形态来比，哦，毕竟我们有我们的优势，而且我们已经突破了直销的这样一个界限，哦，让大家觉得说，哎，我们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直销公司，到最后已经没有公司可以跟我们比了，因为最后比赛的是我们自己而已，哦，甚至最后比的只是自己公司里面的团队在比较而已，哦，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为什么会不一样，为什么会那么成功，
然后当然有很多细节的部分，哦，还有一个关键啊，就是刚没有强调，就是领导人真的是关键，领导人就是因为会做那么大的一个原因，关键其实就是领导人，因为我们做的是所谓的组织行销，团队为什么会大？因为有领导人，没有人没有领导人出现的话，绝对团队是不会成型的，所以有时候。对的领导出现，没办法，哇，组织一下就出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行业，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复制领导的一个行业，就是你自己先成为领导人的时候，你希望每个人跟你一样都是领导人，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这个是定位的问题哦，定位，你一定要定位很清楚。就是你加入绿位的时候，你的定位是什么？很多人说那产品好我就当消费者，好，那你就是很好的消费者。那很多人说那我进来就是来卖产品，好，就像经销商一样，好，因为很多人原来就是卖产品嘛，好，我卖的有一些奖金回馈，买卖本来就赚钱的，好，那你就定位成是经销商。那有人定位是什么？诶，这是一个生意嘛，我来这边是要做生意的，我先定位这是一个生意人，就好比说我们那个范董，好，本来就是一个生意人，哦，所以看懂之后，哇，就开始用生意的模式来做，哦，速度也快。好，哦，那另外呢，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要发展组织的嘛，因为你要承认所的被动式收入，一定要组织嘛，所以就要自己定位成是一个领导人。你定位清楚之后，你就知道，哦，我该怎么做。啊，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让组织发展，那我就要学习如何去领导统御，我要学习怎么去带组织。哦，所以来到这边可以学很多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你未曾做的，但是会都会尝试，哦，你会试着跟人 互动沟通，那学习去管理带领人，哦，所以去管理，哦，那就是你定位成一个领导的时候，你就想，哎，我如果要当个好的领导人，我该具备什么条件，我该怎么做，哦，那如果你的组织里面每个都有这样的共识，好，那我们就是每个团队里面的人都是领导人，那领导人都会去承担责任之后，那个速度就很快的，因为我们做的是复制领导的工作，哦，所以我记得是拿督他讲一个很有哲理的，因为人有两种，一种是问题人，一种是答案人，很多人就是一直制造很多问题或提出很多问题，那有些就是给答案的，哦，那就是你要成为问题人还是答案人，就很简单嘛，因为能够解决人问题的才会成为领导人，会同意吗？哦，好，所以我觉得我最后，哦，突然想，好，我就来分享一个这样一个故事，哦，做一个总结好了，哦，这故事对我的启发也蛮大的，哦，但是你要去想想为什么，来到这边如果你想成功的话你要怎么去改变自己，这是一个圣经的故事，啊，但是很简单，哦，就是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彼得是他的大弟子，那彼得的职业是渔夫，捕鱼的，哦，那一个渔夫其实人生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哦，每天出海捕鱼，然后遇到风浪就回来，然后可能就是每天喝酒啊，然后跟朋友打屁聊天，没有什么人生目标的，哦，然后有一段时间他遇到瓶颈的，就是怎么捕都捕不到，那有一天呢就遇到耶稣嘛，耶稣就告诉他一些方法，哦，你往更深海去捕什么的，就后来，欸，真的满载而归，哦，后来就觉得说，欸，这个人很厉害，按照他的方法，欸，就可以很好的捕鱼，会有收获。对，然后呢，那个耶稣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好，这句话很重要，得人如得鱼。欸，哦，各位觉得得到人比较容易，还是得到鱼比较容易？鱼嘛，因为鱼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应该饵它就会上来的，得人不一样，那影响人改变一个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哦，欸，可是耶稣刚才讲说，你来到来跟从我的话，我让你得到人像得到鱼一样容易，哦，那各位想不想得到人像得到鱼一样容易？想，对不对？因为我们做这行业就是想要有人嘛，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他有办法得到那么多人？哦，其实圣经里面就想说，因为他有什么永生之道，啊，好，就是很简单嘛，就是如果我人生很多问题，这个人可以帮我解决的话，我就信服你，对不对？
因为他可以解决我人生的困惑问题。所以他给我的启发是什么？如果我没有办法去解决很多领导问题，那他们就是可以很好的配合跟跟随。但是当领导的一个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的时候，问题就会造成、很多的会扩大，会变成更大的问题。所以领导人本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懂不懂？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人 不愿意跟着你，因为他问你一些问题，你没办法解决他，你没有给他答案、可能说、你去问其他人我也不懂什么的，那就感觉不专业的吧。不专业的话人家就觉得那 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未来交托给你、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信心。因为人总是会想要跟成功人来学习嘛，他会觉得跟成功人在一起会比较容易成功，所以你要让自己觉得你是成功的。但成功你一定要先具备一些条件，就是至少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所以才要学习嘛。包括今天也是一个学习，比如说你听到一些方法一些谈法，当朋友客户问一些问题，你有办法这样回答的时候，他觉得你给他一些答案他可以接受，他就会跟着你一起来做实验，不就这样子，这么简单。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学习重要。通过每次的学习或者培训会、很认真学习，然后客户的问题组织伙伴问题你都可以跟他很好的解决解答的时候，那这事业就会越来越好，甚至一帆风顺。但是你不愿意学习，把问题都丢给别人啊，你去问谁问谁，其实到最后人家不愿意跟你，就会产生后面组织没有成型，这些都是关键、有些东西是很直接的，甚至很残酷的，但是这是现实。所以大家认为说，为什么我的组织没有起来，一定有原因的、所以透过今天这么大的地震来摇摇十下，要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很好的，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尤其是这是、单位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团队的一个整合。其实我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很希望把很多的养分可以、提供给每个人、甚至树枝的末端树叶都可以吸得到。因为组织大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要把自己懂的东西或者一些东西想要传授的东西不容易啊，因为组织那么多，我不可能这样到处跑、真的跑不完、但是如果一个北宋人总部的话、我们有时候可以透过这样会议有效率的学习。那对于一些想要做这事业的，如果他在这边找到答案、或者找到成功一些方法，我们就很好的去带领的时候，原则上做这事业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有一个好的领导带领的话，确实是可以一帆风顺的、所以我希望说透过今天我们三个团队、第一次的这样一个我们这样活动啊，现在大家 会有点有所收获啦，对，有所收获。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可不可以明白或是吸收多少、对，因为有些 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听我分享、可能会听一些领导，但不同领导也不同风格、但是我就是就我过去到现在的一些经验跟各位分享、因为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关键，好吗？对，这句话记起来哦，这句话是我讲的、一个观念是一个转，一个你看人生很多问题，有时候你就是卡到一个观念，你观念不通的话，哇，你就是就像轮回一样，重复的问题是遇到就对的，所以一个观念是关键，所有观念通的时候，你会觉得做 Reway 很简单，很好玩的、一场非常棒的游戏、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享受这样一个在这位一个非常美好的旅程。好，就祝福大家在瑞东都事业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好，掌声不要断，再给我们的因为在上家家长刘先生啊，你在九四南都要来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各位知道神跟人的差别在哪里吗？刚刚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示范？有。刚刚在地震很摇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豪神做了个动作？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他害怕
所以想要去摸天花板。我当然不会这么解读。我的解读就是这可能是他的天线。对，跟老天爷沟通。好，神社，祝我帮你们撑着。谢谢谢谢。就像刚才我们高僧说的一样，你现在有没有感觉，想象一棵大树，现在从树根源源不断的一直发展能量出来。不管你现在是在树干上，还是在树枝上，还是刚刚进来、刚刚冒出的嫩芽，我们从树根就是我们的好神，运用北中南三个总部，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力量。好，我觉得今天虽然我在之前在这个小教室分享过非常多次的商机，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收获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直销这两个字。好，今天如果把就是有人在录影或者是录音，今天如果你们回去后置的时候，把直销这所有我们豪神讲的直销两个字通通都拿掉，好，你就会发现其实就算你拿给一个对直销很负面的人听，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各位认同吗？对，那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看的人、听的人对直销有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我们豪神的作为，或者是我们总裁立会国际的作为，他们从来不会为现在大众一般对于直销的观念来把我们的立会卡住，对吧？所以刚才豪神讲了一句话，我们的市场不在直销市场里面，对吧？对，好，这是我觉得我今天很深刻学习到的一句话，也跟各位分享。有没有觉得好像把这个豪神十一年来的精华浓缩一百倍浓缩？什么东西一百倍浓缩？鹿胎盘，跟我们的鹿胎盘一样，一百倍的浓缩，跟我们吃了一个十全大补丸下去，对吧？对。所以再一次再来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豪神。刚才所说的，后续我们所有的会馆都会陆续活动展开，也希望大家常常回来学习，常常回来充电。那最近的一个活动，一个大活动，来，就是我们9月28号豪神有约的第二集的一个签书会。好，第二集的一个签书会，各位刚才有没有听到豪神有讲到一个人叫余香？你们知道这什么故事吗？不知道对不对？请翻阅豪神有约第二集第296页。再来，你们有没有听到刚才在这个豪神有提到这个邓福几年飞马，儿子过世，老板当天就赶来台湾，这个赶人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吗？不知道，请翻阅第二集的243页。所以你手上没有书，怎么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你手上没有这样的工具，公司的每一个工具，你怎么去跟人家分享例会的好，对吗？所以我们自己得到好，我们也要分享出去。哦，所以在9月28号下午1点钟大直典华饭店豪神有约第二集的新书签名会，有去参加第一集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有去参加第一集的要不要继续参加第二集？要，我请放下。没有去参加第一集的要不要举个手？要不要举个手？好，我们第一集没有参加我够怕胜耶，因为第一集主持人上台就忘记拿麦克风，你们都没有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画面。好，所以希望这场大家多多邀约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一起来热闹，我们一起来谢谢我们的豪神为我们的付出，大家说好不好？ 好，最后预祝我们瑞瑞珊珊从此一路长虹，越来越好，大家高兴。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出席，感谢各位，谢谢。